你家不是有老房子吗？带我去看一下。是有啊。在哪里啊？你想去看一下是吧？对。走，带你看一下，参观我家的那个豪华别墅。走，带我老四去。这是我二哥的儿子啊，老四啊。老四，你要不要去？不去。带你去玩啊。带我老婆去参观一下我们家那个老房子。豪华啊。别墅。有多豪华啊？看到你没注意监狱。还没到吗？快要到了，就在前面。这么远就好像比二哥家。没有多远，就是走路就四五分钟嘛。反正走了好久。到了，就这里。到了吗？这个老房子。好吧。我来拍。这就是老房子啊，老板。是的。哇，杂草丛生，门口这么旧的。有好多年没住了这房子。小心啊，老四。小心啊。那就看一下吧。哇，这里还撞着柴呀、啊。这以前小时候住的，锁了门嘞，要找个拿钥匙进来，我进去参观一下呗。这里没锁门呢。这是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，上面。这里是养猪的地方，以前我爸妈就在这里养猪。不是厨房啊。不是。哦，养猪的地方。哇，这些墙啊，还是用。石头做的房子怎么样？房子好旧啊，好旧，还是小时候。这个房子也没建多少年，就是建了40年左右吧。这房子也是我老爸手上建的。这是厨房，这里是厨房。哇，这里好可以了。走，我拿钥匙了，去看一下里面，去开个门，打开门来看一下。开了，就这里了。这是大厅，这地下还是水泥的啊、哦。这个房间是，这里只有两个房间。只有两个房间。哇，以前你们一家人就住这个房子啊。一家人就在这里啊，睡不下的就睡楼上啊。楼上还可以睡啊。楼上也可以睡。现在还有楼上吗？这不是平房吗？你平房也可以睡，楼上也可以睡，小沙不是这样睡吗？你还弄了那个天花。老四，你去哪里了、啊？这里还有个了。哇，这里就没露出，跟房间一样大是不是？是的，两个房间都是一样大。哇，这一家以前小时候用，是不是自己做的？这个是手自己做的。你看现在有没有人还用这个衣架的？好久没见到过了。你们本地也有这个衣架吗？好像不是这样的，我都忘记，我就知道是小时候用的这个。这个衣架很多年前的，以前的人，这个也要花钱买呀，自己住不了。花钱买的。啊，买的。现在没有这种衣架了。要不然去楼上逛一下。还有楼上啊？不会，像在地球村楼上没有什么东西吧？应该没有吧，那我也不敢保证。你不要吓我。走，外面逛一下。去楼上逛一下，好不好？阿蛋，这里怎么上去啊？这里，哇，现在都没路了哦。现在好多年没住了，这个房子。我看能不能过去。可以上楼顶了，这里。这里有。你这门都打不开，刚才。是打不开。打不开，怎么上去？慢一点。啊。那拿把刀来，把这个啃掉。这些地皮也是我们家的。但是这个地皮是以前有好多，我爷爷手上有三兄弟，然后都分下来的。这里都有好几百个平方，这么大呀、啊？这里有至少有500多个平方，然后这个地皮很难说，就很多兄弟嘛，现在也没有说好这个地皮怎么建，是吧？目前还不知道怎么弄这个房子，但是这个房子是我老爸自己的。慢点啊。就从这里过去吧。哇，现在长了这么多，长了很多草啊、柴啊那些，都有十几年没住了这房子。乖，我知道你上楼顶。慢点啊、哦。有，后面这里还有个楼顶。这里还有个楼梯啊。这个厨房是后面建的，
以前都没有这个厨房。好凉快呀，上来呀。老大，啊，拿钥匙上来了。是，刚才忘记带钥匙了，现在拿钥匙过来。这里还个楼顶，还真是。以前我们小时候就打个床就睡在这里。我感觉这地板要摔跤了，它会摇摆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谁会走那么快？我们看一下。睡觉。这里呀、啊，以前都是放稻谷啊。小时候家里收的稻谷啊，没地方放啊，就放在这里，放在楼上。上面也是睡觉的嘛？那一家人住得下这么多人吗？怎么住不下？我老爸老妈住那个房间，我们住这个，我三兄弟睡这个房间，哦，就可以了，是吧？他二嫂嫁进来的时候，他不在这个房子住。他那时候也在这里住啊，住了两年就，后面他自己建了房子。阿蛋，嗯，那你坐一下吧，坐一下，这有点脏哎，没事，来坐一下，坐一下，很舒服啊，坐在这上来这里，凉凉。那风很舒服，阿蛋，嗯，以后我们就要努力赚钱了，是吧？努力赚钱把房子盖好，拥有我们自己的家，啊，嗯，是不是？是，要是要建赚点钱，把这房子建好，对呀、啊，住的地方都没有，是吧？是啊，这才是自己的家嘛，嗯，对吧？是，每次回来在二哥他们家住，也是。长期这样住不方便，是吧？是不是？毕竟我二哥他小孩也多，是吧？四个小孩是吧？长大了人家还不够地方住，是不是？嗯，是。你这么穷，我房子也没有。嗯。以后就有了嘛，以后努力嘛，努力赚钱就建房子嘛，好不好？那肯定的。所以以后你要努力赚钱，第一，第二，要对我好一点。现在对你不好吗？好，以后还一定要比现在更好。还要好啊？嗯，可以，好的。不能欺负我，你什么都没有，我就跟着你，是不是？嗯，好的。嗯，以后我会对你好的啊，好不好？没车没房，对不对？嗯、还有我们还要靠我们努力去把房子建好。嗯、以后赚到钱了，我想建一栋。漂亮一点的房子，接下来这件事情就要先赚到钱，先要建房子。不对，怎么先建房子？第一件事情一定先生一个小宝贝，然后再建房子，是不是？也可以。嗯，啊，可以。这样才像一个家，是不是？是的，以后才有了我们自己的小家园，是吧？对。嗯，这才是我们想成立的家园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一起加油。好了、嗯、那现在时间应该也差不多了啊，看一下，快五点了，四点多，现在我们去田里面摘点菜回来做饭吃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嗯，好，走。哎呀，好舒服啊，在这个楼顶啊。嗯，空气新鲜不？对，慢一点。哎呀，杂草丛生了，这里在这。这个菜地就是我爸的，然后我们就摘点青菜。现在，爸种了这么多菜的。哦，这边是我堂哥的，哦，这边才是我爸的。哦，一人一边是不是？嗯。哇，种了好多青菜呀，爸。我们摘什么青菜回去吃？搞两个萝卜回去吃，要不要？吃萝卜，这个是油麦菜啊。嗯。哇，二蛋。嗯。走，这里，我看到这个菜了。哇，摘点这个，这是小菜心吗？是的，小白菜。哇，这个自己家种的好吃的，这个菜吃起来很甜的，纯天然蔬菜。这青菜应该够吃了吧？够吃了，可以炒一盆了。那我们回去啊，可以了。
哇，阿蛋，嗯，那个山好漂亮哦。嗯，是得不到爱我，我爱的人也没有照顾好，受过的伤总是无人知晓，如今也被现实磨平棱角。时间催我挣钱，钱也没挣到，年龄催我结婚，对象也找不到，我没人帮扶，也没有依靠，人生总是如此难料。点赞关注哦。